国道5号昨天晚上发生了30年来最严重的车祸，游览车翻覆了，总共造成了33个人死亡，11个人轻重伤。初步研判可能跟疲劳驾驶有关，疲劳驾驶真的很要命，肇事几率甚至等同酒驾吗？而这种大型的车辆在过弯的时候又该注意什么呢？同时我们也特别针对车辆撞击测试来做分析。你知道全世界第一台获得撞击测试5颗星是哪台车吗？也有请达人们推荐他们心目中最安全的车款。锁定今天晚上10点，地球黄金线。